去忏悔自己。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忏悔自己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就这个功德去回向给他，去感动他，去感动他。不然我们往往把这个痛苦怪罪外人，我为什么下地狱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下地狱？我为什么投胎做动物道？我为什么嫁给这样子的老公？我为什么生这样的儿女？那这些都是我们缘起的业感所招感来的，一切唯心造，所以我们这个心所造的业就感召这样过来。所以因为这个理由，所以我想各位要多多的真心的，不要再皈依自己了，不要再用自己分别的想法来看事情，完全要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来看事情，来面对啊。所以就像我一样，我现在变成一种敏感体质，我说有一点痛苦，我每天就不一样的地方痛。但是他要从这里面让我去觉悟，我现在已经觉得有一点高兴，就第一个，当然这个痛可以让我多认识一个苦，所以我马上帮他们写牌位，做了很多食物的布施跟回向。所以各位很简单，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，你马上说我出10块美金为你买吐司面包，他就得到了。你只要有发愿，真的要做啊，替他做个甘露施食，这个就是保持正念很难的，很难的。所以希望在这几天，不管我们遭受到一个好，愿众生都好；我们遭受到一个坏，啊，愿我来，因为承担这个痛苦。事实上是我那个刺死的，过去我也刺死过人，所以他现在被刺死了，又跟我有缘，我感觉到那种痛啊，实在是整个都在痛。但是我们的痛跟他痛比起来又不能比，但是我们已经受不了了。啊，早上一直咳嗽流鼻水，我是说我本来不太想吃药了，我说不行，等一下一上台就一直咳啊，那不行了，我只好又把日本最好的药嘣吞下去就好了。但是我想我身上一定有这些寒冷众生嘛，啊，当然我就会升起一个念头，不是我在吃药，这个药是甘露丸，用我身上这个寒冷众生呢，得以离苦啊，皈依阿弥陀佛。我为什么要提这个？是因为各位现在我们还要皈依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皈依几百次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能不能分分秒秒都在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而不用自己的分别想法在想法？啊，一切要转为佛法，转为佛法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有机会，让我们短短的时间就能够结善缘、消业障，而且让对方在佛法的道路上走出一步，那我们就缘分就圆满了。不然你要陪着他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。所以菩萨不能舍弃众生，你舍弃众生你还是要来陪他好几辈子啊。但是这样呢变成有一种压力，就像我跟我爸爸妈妈老实说，我爸爸妈妈真难度哦，我全天下没看到那么难度的啊。我的妈妈照她往生前5天才听我相信说有阿弥陀佛这样而已。她往生前5天，你看我花了多少的人物财力各种方法。对，我的爸爸是在他往生的前几分钟，应该是讲几个钟头吧，才相信老实的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后来他就至少脱离痛苦。而且我们巴利仁波切刚好在台湾帮他助念，那我昨天就问巴利仁波切，你看我爸爸往生你就刚好出现来帮忙，每次我来美国你一定要来帮我做生日，所以这个叫因缘啊。所以我一看，因为我大哥也跟我说，我大哥没有皈依三宝，但是他看到巴利仁波切跟我两个就老实皈依他，而且我大哥还跟我说，为什么巴利仁波切跟我们爸爸长得很像这样啊，所以他才要皈依他，不然呢，全世界法师他都不想皈依。这个就是他们有一段，我们有一段父子姻缘。所以我想在这一点，我这样强调啊，我们必须用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的心态来对待你旁边的兄弟姐妹、夫妻儿女，包括你所见的一切，这个叫真实的皈依。啊，
不离开三宝的加持跟修行，来不断的来回向给对方，也愿对方都皈佛皈法皈僧，能够守戒律。所以当然守戒律就是才不会伤害到自己，不伤害别人就不伤害自己。明天要报关斋戒，还希望大家能够走入解脱。再来我们要传菩萨戒，希望大家发起真实的菩提心来过我们的生活啊。所以佛经才会说令所有众生都能够发起菩提心，才是最圆满的报恩跟结花除恶缘结善缘的方法。当然我这样讲很短短的几天我们就 OK 了，这样，但讲的是一个真实的心态来面对一切，来接受一切，也来承受一切。所以这样以后就不愿意 不再抱怨，只是说如果当然各位真心的依止三宝，相信三宝的加持，很多事情你也不用问，因为真心的皈依三宝，你的堕胎胎儿不可能不超度。为什么？你的心在三宝，你的冤亲债主也在三宝，他怎么可能不超度呢？你心不在三宝，你有你的理由，但是因为这个点他就让你附着了，所以他苦你也苦。所以我想大嘴解脱经说，一个临命终者真心的听闻三宝乃至皈依三宝必定解脱，那大解脱经啊，一念大悲观音菩萨，一念地藏王菩萨，一句四句颂，这个偈颂乃至下地狱的念一句若能欲了之。所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，必定脱离地狱，这个叫皈法。看到地藏菩萨那是皈依一句真理，诸佛一切的诸法因缘生的这种真理，了解这个真理，那必定离苦。所以虽然我们讲皈佛皈法皈僧很简单，但是各位要把它当作像生命呼吸一样，念念不离三宝。所以这几天我们可能不会把课程排得太紧，是因为这个地方美不美啊，有山有水有塔啊，更重要有三宝的加持，有祖师的加持啊。所以刚刚我也在若那仁波切的相片前啊，老上师谢谢你我回来了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认真的用修行来供养你啊，愿你找的，因为老上师有跟弟子说不要找他啊，一般仁波切会再找出来，不要找他，因为他要去净土啊。因为这个时代啊，你唯有从净土再来你才好度众生，因为从净土再来你有无生法忍无分别心不退转的悲心。到这个时代你不能光视线出家人视线佛教徒去度众生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时代这一次我去英国啊，原来我才知道我以前是一个传教士，因为他们一个大主教带我去看看一个老魂墓，一个老魂墓，那个老魂墓呢是一个他们叫圣者，结果他的相片画在那边，旁边有鸡啊有鸟啊，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这位圣者他有放生啊？他说没有，他说这个圣者在水里面的时候自然那些鸟啊鱼啊都会靠过来，我就觉得很法喜啊，原来我就是他啊。所以我原来你会到那个地方啊，原来我过去是一个传教士，在最苦难的时候传教，古时候嘛，连他的尸体都被偷偷印到那个地方，不然他的尸体会被消灭掉。意思就是说，古时候的蛮荒时代，啊，那所以那边的市长特别招待我，叫啊，那边的议长也招待我，整个市叫我去做一个大超度，你看大超度。结果也没有做什么烟供，因为在市政府广场只能在地上摆一些花，但是却感觉到因缘不可殊胜，超度很多很多啊，感觉到整个得到净化。那我看那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市长才27岁，哎呀真福报大啊，都不用讲话负责笑就好了啊，但是她也有那个福报，过去世界的缘吧。所以我想在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说，
我们每个人都做个印第安人，做个天主教徒，做个基督教徒，做个回教徒，做个佛教徒，做个道教徒，做个不一样不一样的。但是这些凡所有相都是个因缘，不可执着。但是最主要，凡所有相的本体啊，离一切相，即见诸佛。每个人都应该真实的用自己的佛性皈依三宝，依止三宝，来找到生命的方向，来生活，来生病，来生老病死，啊，所以这样你就可以脱离世间的这种相对的障碍。这个世间永远在相对的障碍，极乐世界在我心，不是光死了以后在极乐世界，而是我们现在应该在这种相对复杂的世界，保持在极乐世界的无分别的空性跟唯一的行动悲心，啊，这样真实的去做。也为了如此，所以我们来皈依受戒，而来愿意来发菩提心。更重要的，各位这两天多写一些牌位，但是你不要说牌位不要钱了，写了一叠啊，啊，而是你写牌位要有真实的惭愧心，真实的报恩责任感。我修行是为了你们，啊，在实际的付出上面也要做一些。所以我也希望各位这几天也多护持我们的。老实说，我跟诺拉仁波切的一种承诺是希望帮助他，因为我知道他是从捡垃圾来开始盖这个庙，所以那时候也感动了很多人。他终于辛苦了一辈子，81岁，终于把它盖好，也礼请了根本上师来这边了，所以他心甘情愿了。所以昨天喇嘛跟我说，他们要带他去检查医生，他说他不要了，他接受这一切，他不要看医生了，啊，而且不要再找他了，他够累了，啊，终于圆满了他的愿。那所以因为有这个愿，我们各位仁波切的愿就是各位来到这边，啊，过去跟他的缘，他必须把前人种树，后人称因，我们在这边能够好好的来真实的修行，才是报恩最好的方法。啊，所以我几年前来真的是穷得要命啊，这边啊盖了很久啊，所以因为在荒郊野外，各位老师说要有人大布施很难很难的，啊，所以当然各位也来这边除了实际的法的修行供养，财务的布施随缘，好不好啊？老仁波切这么努力，目前的上师他们大家这么努力。他终于那么好的一个地方，一个净土，对不对啊？那大家来修行，但是不要忘了把这个一个圆满的清净单纯却圆满的心带在你身上，好不好啊？带回家，带到每一个地方。当你发光来走到哪里，别人都可以感受到你的光明。我们永远在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的极乐之心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回归三宝，你哪有什么痛苦？如果你离开了自性，又皈依了你的身体，我哪里又在痛？我女儿又怎么样？我先生又怎么样？我的事业又怎么样？那你当然很痛苦啊。所以因无所住的，啊，只把心放在三宝，而升起这种利他的心、皈依三宝的心，所以而不被这些分别相所执着。文字般若，你透过文字你要去了解，叫观照般若，然后把这个文字融入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啊，见修行实际去做。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祖师大德，这些祖师大德是佛菩萨化身，把这个真理化为变成一个寄诵，甚至慢慢的唱。所以倒数第三，性觉灵明啊，这是我们本性，本来就是啊，这个叫觉，完全了解，啊，完全知道，完全光明，所以我们的自性这样子的觉悟、灵敏、光明、即照真常，啊，安住在这种空性所显现的光，可以，你只要这样去皈依三宝，找到永恒的真理，习迷今悟。过去我们还没有来这边之前，还没有皈依之前，就迷失在贪嗔痴六道轮回。今天了解了，开悟了，好不好？
露堂堂，就是显光明。